我哋立法會議員，我哋要見你嘅指揮官。立法會議員，你幫手。好，等下。真係好多年青人咧，喺好想離開，咁我哋咧就睇下點樣可以幫到，於是咧就想見一見指揮官，可唔可以傾下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幫到呢個情況？我係天主教嘅夏志成主教。喺呢度咧係想，我知道，完全知道，但系咧想基於即係人道嘅理由咧，想睇下同指揮官可唔可以傾下偈。啲人走曬先啦，見到啦，見到啲人，係啊，先啲上地氣候睇到就見到啦。夏志成主教。 天主教教區、天主教下邊天主教，我哋都嘗試咗即係三個嘅唔同嘅地點啊，希望可以入去睇下個情況點樣，可以幫下啲同學，幫下啲示威者。但係好可惜，即係三個地方嘅警方咧都同我哋講，即係唔可以嘅，即係嚇，真係好難過嚇，即係。希望能夠冇事，希望，但係真唔知可以再做啲乜嘢，即係喺度好痛心。希望能夠有一個俾佢哋有一個嘅即係人道嘅可能性啦，可以即係可以分辨開嚟啦。